大家好，包子里的话题是不断啊。今儿个我又看到一篇很有意思的，叫做“绝对是造谣传谣党”放出来的消息啊，说这个包子里为毛他不提前安排接班人呐？这个东西啊，值得大家认真的分析啊，分析分析。说这个中南海啊，最近呢，平时他们吃饭的时候，工作人员啊，就是吃饭的时候，都当笑话说，说着说着呢，就传出来了，嘿，听起来特别有道理啊，跟大家扯吧扯吧啊，绝对是造谣传谣，土公的事情啊，不要太认真，太认真你就输了啊，因为土公他就是一地鸡毛，真的。这个我们昨儿说过啊，说你看共产党从毛泽东这么独裁的人，他都要安排刘少奇、林彪当接班人，后来安排华国锋当接班人。你看到没有？他都是一步一步的，他先把刘少奇干灭，完了以后又输一个接班人林彪，然后林彪灭了，又输一个接班人叫华国锋，对吧？有人说这个，昨天有人说的啊，说中南海呢，也是中南海流出来的消息啊，说毛泽东这个人呢，其实不笨的啊，毛泽东这个人呢，比习近平呢肯定要聪明很多了。说毛泽东为什么不把这个邓小平搞死呢？他搞邓小平，把他小小的一个小短腿儿，是不是，把他给灭了，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呢？三起三落。但是他就是不把邓小平搞死，而且不仅不搞死，还一直没有开除他的党籍。你知道共产党有一规矩的啊，就是你如果是个共产党的高官，如果上来就给你开除党籍，你这个人就没戏了。他们说开除党籍这个事情呢，一旦开除就是终身开除，就没有平反昭雪的机会。也就是说，你如果开除党籍了，你就不可能再恢复你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资格。完了以后，你不是共产党党员以后，你怎么搞你也不行，你就是个民主人士，你就再也不可能回到权力的中心了。说邓小平、毛泽东搞他搞三起三落，就是给他保留一个党籍，也就为邓小平日后的付出，这个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的空间。那毛泽东他也是个聪明人，他为什么要这么搞呢？所以中南海的人说，毛主席、毛泽东其实是有想法的。他知道他身边的这些个人靠不住，你看刘少奇靠不住，是不是？林彪靠不住，完了以后他弄了一个华国锋，华国锋是个250，是吧？江青呢是一个爱作秀的这么一个，这个话说出来不大对啊，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呗，这个话是有点这个对女性不够尊重啊，因为而且我认为很多时候女性比男人的眼光更深远啊。也反正他不大相信他老婆，但是也没办法。最后他觉得他所开创的中共的事业，还是需要有一人过来做实事的。哎，这个人就是邓小平，所以邓小平，所以毛泽东其实是选定了邓小平做他的接班人，是这么一种说法。说这个邓小平，毛泽东知道邓小平肯定要否定他的，但是也能猜死了，说一定只是个三七开。所以到今天为止，毛泽东纪念堂嘛，还那时候还躺在那会儿嘛，毛主席还是挂在天安门广场嘛，毛泽东还是中国的神嘛，是吧？还是这么一个社会啊。邓小平搞了这么多年，搞这个搞那个啊，有两件事情他是没有把毛泽东拍死。第一个，毛泽东依然是中国的神啊，假上帝、假神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就是共产党对付老百姓，他绝对不手软，该开枪的开枪，该这个灭口的灭口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，毛泽东饿死那么多人，他是间接的杀中国人，真的。那邓小平杀中国的学生，那是直接开枪啊。所以毛泽东其实是看中了邓小平这种东西啊。所以你想想，是不是？就是胡锦涛，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成为接班人呢？就是因为他杀人，这个敢出手啊！在西藏的时候，你一个文弱书生是吧？你居然带着钢盔，端着冲锋枪上街杀西藏人！哎呦，邓小平一看，对呀，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啊！所以把胡锦涛作为接班人了。哎，是这么一种说法啊。所以中南海的一些个消息啊，说起来啊，你跟我们老百姓的认知是不大一样的。完了以后就讲说，习包子为什么没有安排接班人呢？因为他根本就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国的权力中心，就是他不知道从毛泽东到邓小平，他们这一代人
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中共的政治的这个，你说它是智慧也好，你说它是邪恶的原则也好，他是不懂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说习包子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突然有一天会黄袍加身，他就想都没这么想过。他突然有一天，江泽民、曾庆红两个人一琢磨啊，然后又跟胡锦涛打架，然后呢，突然就把他给推上去了。他做梦都是没怎么想过，他做梦都是想着背着彭丽媛怎么搞几个女人，生几个私生子，然后儿孙满堂是吧？搞一堆的这个私生子，一堆的人来给他爹呢尽孝，他都想的这些个东西，有点酒喝，有点女人干干，他人生就很满足了，哎。所以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会成为中国的这个第一号人物，会成为一尊，他想都不敢想，他做梦都不敢想，真的，这个东西我是赞同这个中南海的谣言的啊，因为习近平有一年，那个时候他还是常委，已经是常委了，已经是作为储君了啊，但是呢还不确定是不是，因为有两个储君嘛，一个是李克强嘛，一个是习近平嘛。李克强是大家都知道，他一定会成为要么是总理，要么是总书记。那个时候都觉得他是总书记。习近平是真没有人突然钻出来的一个人，是不是？真没有人相信他就是怎么地怎么地。他连自己都没有相信他自己能走到这一步，所以他在那个参加人大常委以后的分组讨论的时候，他恰好就是去了这个浙江组啊，因为浙江是他的老地盘嘛，然后去了见了浙江的老朋友、老部下，完了以后就哈哈一笑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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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说：“你们没有想到吧？本人也能走到这个位置，是不是？没想到吧？有些事情你是想不到的。”他真的就自己就这么说的啊！你们可以回去找资料，中央电视台都报道过的，话外音都出现过的啊，现场的话。他说：“哎，你们没想到我能走到这一步吧？是不是？真没想到！你想他在浙江当省委书记的时候，他妈的连个政治委员都不是，他就是浙江省委书记。后来是突然把他调到这个什么上海市市委书记以后，他才成为政治局委员。他根本就没想到自己，他觉得以他的那个臭水平，做一个省委书记了不起了，那也是沾他的老爸的光，是这么一种东西。你就想一想啊，一个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突然有一天当皇上的这么一个人，他怎么可能？”掌握着要安排接班人这么牛逼的事情呢？安排接班人是个什么事情呢？是风物长宜放眼量，你要从长计议，你要安排好自己的政治的大事业，要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，要确保自己的这个精神资源、思想资源要能万年长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？毛泽东、邓小平、江泽民、胡锦涛，他们都这么干的，一个一个的，就是这帮孙子啊，真的是共产党体制里面的这个入了道的人、入了行的人。习包子是没有入行的人，他根本就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党的第一号人物，会成为一尊，会成为皇上。所以他还整个这过去10年，他基本上还处在一个梦游的状态。哎呦，我他妈的怎么就成了中国的一尊了呀？啊，我他妈的又怎么称呢？中国的党政军的一把手了，自己还没回过神儿来，还在梦里在陶醉呢，根本没想过我要安排什么接班人，是这么一个说法。这个东西是很有道理的啊，就像你如果一个人你中了彩票，啊，你中了彩票以后呢，你一下子比如说你这个穷屌丝，你中了就别。咱们不说多了，就中了1000万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做啊！你整天想着我操，我怎么中了1000万，我这个钱怎么花呢？愁死我了，知道吧？就整天就在想，整天就把那张彩票那个复印件就给供起来，天天对这个彩票就在那里磕头捣蒜。哎呀，彩票啊，我感谢你啊！所以习包子就基本上就处在一个中了彩票还在梦游的状态，他哪有时间，哪有精力啊，在那思考我要安排什么政治传人的事情呢？所以为什么他们说浙江新军的那帮人后来看着看着就看明白了，说他们的老大根本就没想过要安排我们哪一个人当他的这个接班人，陈敏尔也好，蔡奇也好，李强也好，没有一个人是他的中意的人。为什么有些人说习包子自己想连任，他根本就还没有想着要连任这个事情，他还想着我他妈怎么就中了彩票了呢？还处在这么一个状态，哎，这个东西呢，说实话啊，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，我是特别特别赞同的。
因为人做事情呢，就是风无长宜防眼量嘛，你要有布局，要有谋篇嘛。像我们写文章的，为什么有的人文章写不好呢？他是因为写的太少了，他没经验，是吧？你我说过，我说你要写100万字的文章，你算是基本上入门了。你写1000万字，你写什么都还行，是吧？就是席包子，他根本就没有写过文章，他上来就想写一个世上最美的诗篇，怎么可能呢？是不是他就是一天到晚回味？哎呦，看着身边鱼贯而入的这些个姑娘，就是想睡就睡，看着所有人拍他马屁，他觉得爽得很，真的是美滋滋的。他根本就没想过下一步怎么办，所以他基本上过去的10年啊，是一个彩票人生，中彩、中彩头、中彩票，啊，是一个真的最符合习近平的这个当下处境的一个准确的描述，就像一个赌徒。啊，他突然有一天跑到这个赌场去，然后一下子赚了1亿万的钱财。一般意义上，为什么我不建议来赌博呢？赌博这个东西啊，你很有可能你就是满盘皆输啊。为什么要戒赌呢？他们说戒吸毒人生三大爱好嘛，第一个是搞女人是吧？色，第二个是什么？是吸毒是吧？第三是赌，黄赌毒嘛，是不是这三个东西嘛？他们说最难戒掉的并不是毒品，戒色也可以戒得到的啊。像我这种这个臭不要脸的东西，到我这个年纪，基本上不能说戒色吧，但是基本上没什么太多兴趣了啊，没什么该搞的都搞了，就这样啊。毒品呢，我是根本就不沾。他们说赌这个东西啊，其实是最难界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旦赌成功，我去，你完全没有做好任何思想准备，突然那么多钱就降在你的头上，基本上你的人生的最悲惨的岁月就开始了，是这么一种说法。说现在包子里要么就是中彩票的状态，要么就是进赌场，突然赚了一大笔的状态，他根本就没做好思想准备，他哪有那么多时间安排什么接班人呢？搞这些个事情没有的事情。哎，你觉得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？我觉得很有道理。这个席包子呢，真的就是狗屎运啊！也许是他的老爹积点阴德吧，也许是共产党太傻了。之前不是有一名言吗？叫做"奴才选奴才啊，一代不如一代"。说这个共产党啊，推出席包子这么一个人，说明一件事情：共产党气数已尽也。谢谢。